宋庆龄一品一直在线身材高挑、肤白貌美的她，总能通过时髦的穿搭展现出身材的完美。宽大的衬衣搭配超短牛仔裤，特别适合腿型漂亮的女生。炎炎夏日，露出一双修长的美腿，不仅清凉也很养眼。宋庆龄的穿搭风格接近于韩式设计，流露出很时尚的小心机，配一卡通包包，减龄感十足。宽松的衬衣可以搭配出不同风采的女人味儿，上面加入显甜美的褶皱或花朵，就会带来少女感。宋茜的这款服装就有点儿像偷穿男朋友衣服的感觉，洋溢出一种男友风采。这种在领子位置加入花边的点缀，还能增加女人味儿，是一种充满心机的经典设计。下身穿一条经典版牛仔短裤，露出纤细修长的大长腿，让人十分羡慕。她背了一款绵羊形状的包包，温柔的形象与娇小女人味的穿搭风格映衬在一起，画面和谐又时髦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